相亲第一面就确认关系，你是人傻还是眼瞎？平时那股聪明劲呢？年纪不大就吵架，这么安家？哪个呀？他说在靠窗的位置。那个，好像是。看背影不错，不要给自己上了。嗯，拜托了。等我想想啊。嗯。不行，要不你自己去吧，万一露馅怎么办？我哎呀，没事的，去。你看，你季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相亲的？你开窍了？相亲？相什么亲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陆奇宇过来买书，我来等他。好。我这儿有两个电影票，是你们女孩最喜欢看那种爱情电影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一起去吧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可能。可是阿姨说你今天没有别的安排，咱们吃完晚饭以后回去就行。不瞒你说，我挺喜欢你的，我希望咱们以结婚为前提，相处一段时间，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。咱们就结婚，这么快？哎，我以前两句话就结婚了啊！这次不会了，这次不会了。哎，咱们走吧，啊？我小七，嗯，这么巧，我倒在这儿遇见了。小七，你不是叫安静吗？小七是我小名。哦，好，哎啊，小宋小姐，看来你很忙，估计没时间聊工作的事情。以后结婚了，估计更没时间工作。有机会合作。嗯，宋，你不是姓安吗？宋，这件事我回头再给你解释。这个事情要是丢了，我的工作就不保了。那个电影，我下次请你啊。季树，季树，哎呀，季树。我是想说，刚刚。别这么蠢。没办法，蠢人做蠢事儿，以后也变不了。
那以后出门，身上挂个牌，找不到家的时候，记得让别人给你打电话。你。可是，无可救药。